浮头标定。首先我们的切割头下方必须要有板，然后打开我们软件的数控，然后调高器打开，然后我们的 F1 标定，二浮头标定，然后需要我们下键，先点动浮头靠近板面，并保持机台静止，不要震动，然后点下键，然后把那个喷切割头往下来，一直等到喷嘴距离板面3毫米左右。我们点一下确定，现在就是标定中。好，现在已经标定完成，我们的稳定度还有平滑度不能是差，然后点确定，再点确定，然后退出。